看一下哈，大概找一下看有没有 vessel seal 就好了哈，因为它是伪覆层柱状嘛哈。好，类似像这个，刚刚有看到一个，这个嘛哈，这个，好，位在基部的哈，位在基部的哈 ，OK， 好，这样大概看一下就好了哈。好，那再来往外看哈，这个 highly folded 啊 ，OK， 好，再往外看就可以看到什么？内环外纵的肌肉哈，所以这边是内环外纵哈，那这个是怎么切的？这边的是切到什么？内环外纵，所以这个是有点很纵切的，对不对哈？外纵嘛哈，这是纵切的哈。然后你再看其他地方，哎，又变成就可以看出切面不同哈，就可以看得出来哈，它是哪一种切哈？好像这边呢？内纵外环，对不对哈？不，内环外纵哈，内环外纵。那这边就是横切了哈，横切了哈。好，这个大家参考一下哈。好，在外面就是 adventitia 哈。OK， 好，接着我们再看，前列腺哈，收腹腺。好，这是最低背了哈，最低背下看到的哈。好，大家 review 一下哈。好，这个样哈，这个样。好，如果哪边是负面呢、啊？这边是负面还是背面？负。负，好，这边是靠近背侧哈，背侧哈。好，那这边就是增殖管道名称为何？哎，要写什么尿道好不好？好，如果您只写尿道，只有三分之一的分数哈。前列腺。哎，对，尿道前列腺哈。部哈，或者是前列腺尿道也可以哈。好，那靠近这个管腔最近的这个就是 mucosal gland 哈，然后稍微远一点的就是 submucosal gland 哈，那更远处哈，有没有看到这边哈，或者是这个地方哈，这边就是 main prostatic gland 哈 ，OK。好，那这边因为比较年轻了哈，所以在管腔内比较看不到什么构造，淀粉样体哈。好，那这个凸起哈叫 crest 对不对哈 ？urethra crest 哈，然后在两侧哈，在这个两侧哈，这边一侧哈，然后相对侧哈，那这边就是 sinus 哈 ，urethra sinus 哈 ，urethra sinus。好，大概这样子看的哈。那其他的外面的这些哈，就是什么fibrous elastic muscular tissue 哈等等哈 ，OK。好，所以可以看到。如果放高背就可以看到很多的什么 smooth muscle 哈，稍我们看一下就好了哈。好，当然有很多血管了哈。看这边，好，这边哈，这边就是 smooth muscle 哈，好，再放高背。好，只要看到核质清亮的，有没有？好。好，没有在 contraction 的状态下哈，核质清亮的哈，这些都是 smooth muscle 哈。好，再来看它的上皮哈，它上皮就是微覆层柱状哈，微覆层柱状上皮。然后如果年纪越来越大哈，会变成什么单扁哈，甚至到单扁哈。好，这个是年轻的哈，年轻的前列腺哈。现在来看比较老一点的哈。好。好，变成什么？下面的是负面哈，然后上面的是背面哈。好，倒过来看了哈。OK， 好 ，mucosal gland 哈，然后 submucosal gland 哈，然后再来就是外面哈，靠近外侧的哈，主要前列腺哈。OK， 好，那你看一路看过去都可以看到，在管腔里面有什么？有这个淀粉样体哈，或者叫前列腺凝块哈，那它就是一层一层钙化哈。形成的哈，所以看起来有层状的感觉哈，有没有哈？这个哈，就一层层的层状感觉哈。好，这外围的看一下。好，这边都有哈，这边都算哈，都是啊。尤其有一层层的感觉哈。OK， 好，这边是比较 typical 了哈，比较 typical 哈。好，那它的纤维哈。纤维状，应该更多更明显的哈。
好，其他构造类似了，老师这边就不再讲了哈。好，接着我们就来看 demo 片哈，还有两片哈，我们看一下狗的哈，狗的这一片哈。好，它这片也蛮大的哈，蛮大的哈。外面就是主要前列腺哈，主要前列腺。好，你看绕起来哈。那最当然最外面这边是 capsule 吧哈 ，capsule。好，这个花花状哈，就是这个前列腺尿道哈。然后下面这个哈，下面这个，好，这边就是男性，前列腺囊了哈，前列腺囊。然后旁边这两边哈。就是射精管，好，射精管，好，好，那这个我们就这样认识一下就好了哈。那要知道这边的上皮是 transitional 哈 ，transitional 的上皮哈。好，最后一片哈，最后一片，看 penis 哈 ，penis。好，横着看对不对哈？横看哈。好，第一层就是什么？从这边到这边哈 ，skin 哈，然后可以看到 hair follicle 啊，这边是 hair follicle 哈。那在这边也是有，对不对哈？也是很明显哈。好，再来就是这个比较淡染的区域哈，浅筋膜哈，然后这边是深筋膜哈，然后再来这个就是白膜哈，白膜，然后中间的是睫状中隔哈，不完整的哈，不完全的睫状中隔哈。好，三个海绵体对不对哈？两个阴茎海绵体哈，一个尿道海绵体哈。好，那像这个。在背侧哈，这个是靠背侧哈，所以这边叫什么 ？Deep dorsal vein 哈 ，Deep dorsal vein 哈。然后旁边这边是 dorsal nerve 哈 ，dorsal nerve 哈。然后 dorsal artery 好像是这个哈，比较不清楚哈。OK， 好，至少这个应该知道哈，就是比较清楚了，比较明显了哈。Deep dorsal vein 哈 ，Deep dorsal vein， 然后这边是 dorsal nerve。有没有都是 nerve 好，这些都是 dorsal nerve 好，好，再来看这个两个阴茎海绵体哈，然后这边看起来像 central artery 哈 ，central artery 啊，位在比较中央了哈，那没有关系，因为这边太多血管了哈，我们大概以位置来定的哈，好，再把它放高倍哈。那可以看到阴茎海绵体里面也有很多实心的，我们叫 trabecular 哈 ，trabecular 哈，比较实心的。好，我们找一个比较好像这个区域好了哈，这个区域。好像这边有很多细胞的哈，有很多细胞的，就是 trabecular 哈 ，trabecular。好，里面有很多 smooth muscle 哈，然后这个空隙哈，空隙就是 sinus 哈，然后所以sinus 是血管嘛哈。所以面对着血管的这个好就是 endothelial cell 好，这边也是哈 endothelial cell 啊，到时候这边就充血嘛哈，充血啊，那这边都是一些 artery 对不对哈？可是看要怎么看 central artery 哈？就要整面来看会比较清楚了哈。OK， 好，那你看像这个也是一个 artery 对不对哈？ Okay， 好，那好 central artery 老师不考好不好？好，这个也是 artery， 这个也是 artery， 好，都是哈 ，OK， 好，它是分支出来的嘛哈 ，OK， 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哈，这个就是尿道阴茎部哈 ，OK， 好，上皮是什么？很多样化的上皮哈 ，OK， 然后它凸出来哈，形成的这个叫什么 ？urethral gland 哈，或者叫 litrous gland 都可以哈，然后在旁边也有这些哈。这个 sinus 哈也是可以充血哈，充血用的哈。好，好特化的微血管嘛哈，都是充血用的哈。OK， 好，都很多对不对哈？好，那今天我们就上到这边，有没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有什么没讲到的？好，它的白膜就在外围了哈，外围。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讲这边啊，下课了。对，好，再找时间来看哈。OK。
嗯